请咱大家做伙来共读今日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是保罗，照咱的救主上帝，甲做咱盼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写批予提摩太，信仰上我真的子。愿被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怜悯甲平安。我要去马其顿的时候，有劝你着留伫以弗所，通命令一挂人唔通传别款教义，嘛唔通浪费精神伫无影者的传说，甲落落长的族谱，因为遮的只有会引起辩论，袂帮咱人用心了解上帝的计划。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洁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有人对这的偏离，是欲伫康复的论坛，因连家己所讲、所主张的都无理解，佮想要做律法教师，难哉！人若正确使用律法，律法是好，咱嘛知律法的制定毋是为着正直的人，是为着不法佮无顺服、无敬虔佮犯罪、无性格佮贪恋世俗、杀死父母佮杀死人、淫乱、好男色、怪诱人、讲白贼、做伪证，也是违反健全的教义，这类的人，这个健全的教义符合应该得到称赞的上帝所教导我那个应光的福音。我感谢和我快乐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看我最通信任，指派我最切用。虽然以前我放毒迫害，搁甲伊侮辱，犹搁得到怜悯，是因为我要不信唔捌的时才安尼做。咱的主赐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予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信甲听。基督耶稣临到世间是欲拯救罪人，这句话通相信，值得完全接受。罪人中我是第一派的，不过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愿尊贵永光归伫万世的君王永远存在，看未到独一无二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的子提摩太啊，照以前关系你所讲的预言，我将这个命令交托你，让你通用这的预言去征战应该赢的战争。你要持守信心和清白的良心。有一些人放下良心，抵到信心亲像船搁浅，其中有苏米奈和亚历山大，我已经将因交予撒旦，和因受驾驶，无阁谤读上帝。在今日的圣经提摩太前书内面特别讲到，要安怎成做一个忠心阁顺服的基督徒。伫遮，伊特别强调着保罗的这个使命，而且伊对伊的门徒，伊带这个门徒提摩太有最最的盼望。伊盼望这个提摩太，伊的性命会当活出迄个真实的信仰来，会当活出迄个纯洁的信仰来。所以伊伫遐，伊盼望伊爱有一个灵命训练，伊嘛爱有对生命的提醒。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保罗用安尼的举例伫遮内面讲到律法，敢好好啊去正确来运用。啊，面对上帝丰富的恩典，你安怎去领受？啊，你敢有法度真做基督徒的模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保罗是这样在大大五万他的门徒可以这样走。其实说的是什么？因为只有这样走的基督徒才是忠心来服侍的基督徒。我感觉在这个圣经的中间特别的提醒我们，
咱叫做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是会当忠心，是会当顺服去行业务。啊，咱是不是会当把咱的信心跟咱的良心来交托出来，和咱来守护这个良心，在教会中间去做咱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唔那是保罗对提摩太有这款盼望，在保罗的心中嘛是着带着这款使命，这叫做啥？做神圣的人，以做好的模范，和伊的学生来跟随。所以，在这传承的中间，和这个基督的信仰会当一代跟一代传入去伫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你敢有通好忠心来服侍上帝，因为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基督对咱的教导。所以你茫想讲啊，我做做一个基督徒，啊，我来洗礼好啊，我来教会，我来做礼拜，啊，这就有教义。牧师常常在讲啊，其实这是无教义啊，因为这叫做啥？这叫做开始。每一个人拢同款，伫我受洗礼了后，我来教会做礼拜，我来参与这活动，拢是同款。总是等你到你的厝的时，等你要困进前也好，你来回想一下，你一天有偌侪时间是咧甲上帝沟通？你偌侪时间？是愿意把你的生命来交代给上帝。为什么我们需要祈祷？为什么我们需要娱乐？为什么我们需要敬拜？为什么我们需要读上帝的话语？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多来连接在上帝的顶面。你如果要有使命，或是要有愿望，你的确就亲像这样来走。忠心服侍有当时不是真正你去做什么，是因为你更多来认识上帝，所以你愿意行在迄个上帝所托付你的代志顶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愿上帝来帮助你，咱会当忠心来服侍，无论是教会中间，还是你的日常生活，还是你的性命有活出见证来也无。我想，迄就是咱对上帝上好的交代。